经买了很多个了。它呢是刘亦菲同款，它里面有很多个网格，然后每一个这种网格呢都可以拆下来，也可以单独带出去。每次我出去旅行都会带它，它真的可以带很多东西。这个呢是我很喜欢用的一个夹子，这样子的，造型师他们很喜欢用这一种的。你们看这个发夹，我拿下来过后，是不是整个头发就蓬松了很多？然后我头发也不会一直往下掉。这条裙子它是比较仙的感觉，这个米白色的，它是这种 A 字裙，就是孕妇也可以穿，没有怀孕也可以穿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条，它的上身效果就是那种很遮肚子。我的快递又到了，还有很多在后面。然后今天又是淘宝开箱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这个肚子已经8个月了，越来越大了，所以我买衣服也是越来越难买了。我觉得我这几集的 YouTube 开箱不应该是小个子穿的，应该是微胖女孩穿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开箱吧。这次的开箱呢，也买一些衣服，然后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。我们先来开箱第一件吧。第一件是一条裙子，这条裙子它是比较仙的感觉。之前我买过一条淡绿色的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看，我又买了一件这个米白色的。它是这种 A 字裙，就是孕妇也可以穿，没有怀孕也可以穿。给你们看一下这条，它的上身效果就是那种很遮肚子，然后它布料是那种很轻，穿上去就是很舒服。接下来呢是第二套，第二套呢我是买了件两件套，有一个外套，还有一个内搭的裙子。裙子它配的是这个丝绸的这个裙子，然后外套是这个样子的，它是这种珠光的感觉，就是很有质感，很适合搭配珍珠项链。你们看一下这个模特图，我应该不会每一件都给你们试，因为我还买蛮多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件。它这一件是也是一条粉色的裙子，这一条呢可以说是小香风材质的吧，然后它是一个 A 字裙，是那种紧身的，也是蛮遮肚子的。还有就是这一个化妆袋，这化妆袋我已经买了很多个了，它呢是刘亦菲同款，拆开给你们看一下里面，它里面有很多个网格，然后每一个这种网格呢都可以拆下来，也可以单独带出去。每次我出去旅行都会带它，它真的可以带很多东西，而且可以帮我们分类，真的超级好用，这样子卷上去就可以了。我家里面已经有3-4个，然后我发现很多宝宝呢还是会问我每次都是用的什么集运公司，这里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，大家一定要记起来哦。我现在呢用的都是苏州购来购买抖音啊或者是淘宝的商品，真的很方便，因为他们是有 APP 的，只需要你把你想要买的东西复制粘贴到他们的 APP 里面，提交订单，再选择你们想要的付款方式就可以了。我会选择这家公司，真的是因为他们集运公司真的让我很放心，因为每一次我们的货物到了过后，他都会拍5张照片给我，看我的货物是否正确或者是有图文不符的情况。如果你们是有物品不符啊或者是货物损坏，你们都可以向他们商家提交申请，他们会帮你处理运费退款。这条裙子是那种紧身的针织裙，孕妇妈妈穿的，然后我特意买的是这种小个子的，就是适合我的长短的，还蛮好看，我很喜欢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外套，然后在他们这个 APP 里面呢，就是不管你们是敏感物啊或者是化妆品电子产品，都可以寄到不同的海外国家或者是马来西亚。如果你们赶时间的话，一定要选择他们家的集运公司，因为他们是有个准时保证的，所以如果你们的货物没有准时到的话，他们会做出相对的赔偿。我的这个衬衫的外套买的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如果你们现在是新人注册的话呢，就可以享用800块钱的国际运费抵用券，还有5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，算下来呢真的是超级值得，我会放在我的 description 那边，然后你们点击注册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，这个衬衫买的是这种布料的，因为我从来都是喜欢这种比较轻薄无觉的布料，我就是买来搭配这个紧身的吊带。这条吊带裙它是这种炭灰色的，我很喜欢。那既然忽略一下我后面的背景啊，这套上身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很喜欢，就是比较休闲舒服的感觉。然后特意选择这种小个子的 size， 就是不会太长，显得我们很矮，好看吧？你们没有怀孕也是可以穿的哈。我选的还是 S size， 因为它的弹性蛮好的。这条裙子呢，就是那种很休闲的，下面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搭配一个运动鞋，然后上面绑一个头发，就很好看。给我一下背景，我们出去郊游的时候就可以这么穿。随便扎一下啊，因为头发老往下掉。为什么会搭配一个外套？是因为要遮肉。下一件，它是一条裙子，就是比较短的这种裙子，给你们近距离的看一下吧。它前面是这种羽毛镶亮片的，肩带上面是有钻的，很好看。下面也是有这种紫色的羽毛，它就是那种比较短的裙子，下面我就搭配一条靴子，有一点点夜店风的感觉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的。刚刚发生了一点突发状况，我所有的服饰全部不见了，还好郑秋宝现在帮我找回来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开始继续我们的开箱了。看一下下一件，这好像是一个配套的背带裤，里面的内搭是一个很可爱的娃娃袖，这个样子的，外面配了一个这个比较宽松一点的背带裤。这条背带裤就是孕妇可以穿的，因为它旁边是这种松紧，腰围是很大的那种，非常可爱。它还有送这两个胸针，我的妈呀，这一套衣服其实真的蛮好看的，可是我买太小了，它就是变到那种很紧身，很显胖，不行。我其实蛮喜欢，是因为它的这个颜色，它是那种很嫩很嫩的淡黄色，然后现在不行，买太小了，太高估我自己了，我肚子越来越大了。可是里面这个衬衫还是可以穿的，把这个花花摘掉，就外面这个真的不行。我们可以买大一点，这可能孕前期的时候可以穿，现在太紧了。下一件，哦哇，它是一条孕妇的
的裙子，这边呢就是松紧的，然后也是可以调节的，是这种丝绸的半身裙。我买了一件衣服来搭它，给你们看，我找了一件衣服来搭它，就是这件，也是一件这个粉红色的针织毛衣吧，因为它们颜色还蛮配的。这一套呢上身是这个感觉，就是很舒服，然后又有一点气质的感觉。站起来给你们看这个裙子，而且呢它也是蛮遮肚子的。鞋子方面呢，我们可能就配一双这种鞋子，这种叫什么鞋呀、啊？玛丽珍鞋呀、啊？还是什么，不要太高的跟都蛮好看的。我买的是这一双，我觉得很好看，适合很多很多裙子。再给你们看一下吧，我最近才 get 到这一双鞋子的颜值，超喜欢。我买了很多不同款的不同颜色，上一批淘宝还买了几双不同颜色，然后可能有高一点的跟的那种。然后还要买这个酒红色，酒红色如果是配黑色的话就蛮好看的，这样子的亮面的很好看。还有什么呢？再接下来就是一条哇哦牛仔裤，我很喜欢的牛仔裤，虽然我现在穿不了，但是我就想说我生完过后瘦下来我再穿，这条我很喜欢，穿非常舒服，它是这个样子的。还有什么呢？哦，还有买两件吊带，就这个吊带，这个吊带它有一个玫红色，有一个白色，都是有这个胸垫的，而且它的这个胸垫真的超软哎，看不出来的感觉。这些吊带呢可以作为一个内搭，等我生完了过后也可以把它拿来搭那个阔腿裤。这一件衣服是法式的那一种，也是有一点点珠光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复古的。下面呢我也是搭一条这种半裙，可是我的那条裙子好像还没到，就是很法式的感觉，再搭配一条珍珠项链，这一件我也蛮喜欢，小小白。接下来就是哦，也是一条裙子，这个裙子是这样的，也是孕妇很喜欢穿的这种 A 字裙，跟我刚刚开的那条有点不一样，它是这种花边袖，蛮遮肉的，里面有配一个这个吊带的内搭，质量都不错，穿上去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感觉，想象一下。再来，哎呀，这么久，哎，再来看一下买了些什么小玩意儿吧。这个呢是我很喜欢用的一个夹子，这样子的造型师他们很喜欢用这一种的，我之前已经买过了，可是我一直掉一直掉，所以我又补货了。这种就是如果你在化妆的时候或者是没事的时候，你就把你的发根这样夹起来，因为我是细软塌的，所以我的发根就是很扁的那种，平常没事我就这样夹着，然后如果完、如果完了过后再把夹子拿下来，你的发根还是比较蓬的，包括如果你要做什么发型这种去夹的话，它不会有那个发痕在那边，就很难看。哇哦，我买了很多可爱的多巴胺的小发夹，这个是粉红色的，这个是蓝色的，然后还有这种星星的五颜六色的，还有呢就是这种小蝴蝶盖子夹上去的，可能我们编辫子的时候可以夹一点在一个上面，很美。有时候头发发型其实蛮重要的，跟衣服搭配一下就很美。还有什么呢？这是一个裙子，就是一条普通的针织裙，胸口这边吧是有一点设计的，黑色的，简单大方。是一个黑色的，它是这种小香风的，然后无袖的小香风 A 字裙，我买这款也是蛮大的，就是衣服可以穿的，肚子会撑大。看一下这个细节吧，哎呀，都是几十块钱的衣服，它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接下来，绿色的裙子，哦，不像半身裙，可是它这里又有一个吊带，布料摸起来真的是很舒服。它是这种很长的一条裙子，可以说是一个抹胸吊带裙吧，然后去海边啊什么的都可以穿。你们看这个发夹。我拿下来过后，是不是整个头发就蓬松了很多？然后我的头发也不会一直往下掉，可是它就维持不了很长时间了。接下来是这个碎花裙，这条碎花裙呢是我打算里面它配一个那种白色的 T 恤吊带什么的，就比较韩式的感觉。它下面也是很宽松，我还蛮喜欢它这个裙子，是有一点褶皱设计的感觉，就很韩系。最后一件了。每次看我好像买很多买很多，然后我每天都在喊着没有衣服穿，每一天都感觉没有衣服穿，衣服只要穿过一次就觉得没有新。它是一条这个比较新中式风的一个裙子吧，前面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黑色的吊带，然后后面这边是有点小心机，比较露背一点。那这边有一个设计，我觉得比较可以搞，这两边凸出来一坨，这个是哎呀，我想把它剪掉，有点艺术，就是这样子的一条裙子，我觉得没有这两个东西会比较好看。可能会拿去改一下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简单的东西。这条裙子我很喜欢，是因为它的这个颜色搭配就是那种很中式风的感觉，我很喜欢。好了，这一集我的开箱就是这些东西，然后真的是拍摄过程状况里面终于给你们开完了，然后今天的影片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还没有关注我 IG 的话记得去关注一下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下一次你们再看我拍开箱应该是开箱我的孩子的东西，因为我差不多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，所以要提前准备一些他的东西，到时候开箱给你们看。看着我，你说是不是疯了今天啊？疯了吗？叫来，疯了吗？嗯，这个太过分了，弟弟，以后不可以这样哈。哎，别别别别，真的脸皮很厚，然后。
猫真的是这个世界上脸皮最厚的东西，他们完全不管我们怎么看他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猫，你在叫什么？在叫什么？小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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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